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留。啊，这样啊就能生净土。啊，也就是我们真正要肯定在这一生当中什么是我们最重要的，什么能够解决我问题的，能帮助我回归自信的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真正相信，一点疑惑都没有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这是其他法门里头没有的。啊，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，自己好像神通道理就跟阿弥陀佛差不多。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。生到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这话不是假话。阿惟越智是什么样的菩萨呢？一般大乘经里面佛告诉我们，七地以上就是不退转了，圆正三不退，啊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，啊，七地以上啊，这也是大幅度帮你提升了。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了，谁不相信呢？声闻缘觉菩萨不相信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？啊，所以这是个特别法门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，遇到真不容易啊！啊，遇到了真正信、真正干，他就一生成功。啊，成就超过那些以八万四千法门修学的菩萨，超过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是第一等的智慧，你选择真干呢，往生呢，第一等的福报，世出世间再也找不到。弥勒菩萨将来到这个世间做佛，继续还是宣扬这个法门。啊，这个法门稳当啊，快速啊。